Adi， 你頭先話嗰啲魚喺度做咩嘢話？佢走咗落走嗰度揾嘢俾我蝦，呢啲防蟻衣啊，全關啲屎啲蛇佢。哦。攞住你擔咗啲嘢嚟，嚟攞呢啲錢，而家防蟻俾佢食。哦，你頭先話佢咬嗰啲根係嘛？仲有咧？啊，嗰棵蓮花長大咗好多喎，係咪？生了很多根啊，哪些是根啊？它那個生了出來。哦，那些葉呢？哪些是那些葉啊？啊？哦，這些是那些葉啊。你知不知道為什麼那些葉會伸去那邊啊？知道為什麼？因為那裡有陽光，那裡有光，那些葉喜歡向著光生。為什麼那個根生了出來？哪裡根生了出來？吸水咯，佢想吸水，佢吸水就生咗出嚟，蓮花入咗去西又生咗出嚟。嗯，咁嗰啲魚咧，嗰啲魚中意食咩嘢啊？你食呢個根，